二三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秋宝郎。炎炎夏日要吃什么最好呢？就是要吃我们的凉拌青木瓜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就把它叉枪。好，这一只蛮可爱的。你想买这只呢，请打这支电话。我们没有在卖。那是不是会留你的手机？等下我给你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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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留我手机啊。那我们收50%的手续费。这边用一点点的盐巴，把它稍微去清一下，用一锅的水，就是要让它变脆一点，冰块。我们今天用这个甜鸡酱，不要再留言在哪里买啦，各大卖场或超市都有啦，你自己去买哈。蒜头、炒莲椒、鱼露、醋、柠檬汁、盐巴。番茄、香菜、薄荷叶、油葱酥、捣碎的花生、炎炎夏日这一道我们凉拌木瓜丝，先给大家